你还记不记得，你跟我说过，你之所以不敢答应研磨，是因为你害怕他会离开你。那时候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我跟你正好相反，我怕我会离开他。为什么？乔伊啊，我从小最大的阴影就是看见赵磊打你和妈妈。我身上有他的基因，我怕会变成像他那样的人。放心，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赵冠朝，能和你一起长大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。每个人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会离婚，但谁又能保证呢？我怕我父母失败的婚姻会在我身上再现。我怕我会伤害他，我更怕我的孩子会经历和我一样的痛苦。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他们离婚，我是最受伤的那个。如果赵观潮和赵乔一只有一个人可以幸福的话，那么我确定，只能是你。哟，今天的生意真好啊！来，观潮，五一都跟我说了，你帮他联系医院的事儿，谢了。也没帮上什么忙，你跟郝五一。喏，你看，我随便玩个 APP， 跟他的匹配程度都是100%。我跟他在一起这事儿，就像是命中注定一样。不提我了。听说你跟我妹分手了，会和好的。你对她好点儿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别给我机会揍你。虽然比起我来你还是差一点，但是从我妹夫啊还行。整个高中你没有一次考过我？不可能吧，我记得有一次的。一次也没有。我能证明真的一次都没有。那是我忙着谈恋爱呢。我教你啊，哄我妹很容易，她心软，你找个借口跟她发个短信，一来二去的就能和好。怎么了？谢了。哎，你等等我。走了，老哥。他们都长大了，也没变。永远不付钱。哎呀，乔一啊，你看你包的这个还不如你爸包的呢，这要做了媳妇儿啊，今后婆婆会嫌弃的。谁敢嫌弃啊？嫌弃咱就不嫁了。爸爸养你养。
我看你是皮痒。赵淑英啊，你这种态度叫做家暴，你懂吗？乔伊啊，我跟你说，在你妈妈身上完美的验证了老妇女进化论，一开始是泼妇，后来变成悍妇，现在是最终形态。哇，你说什么？好啦，别闹啦，赶紧包包完了，五一等我给送过去。哎，就是啊。就是什么呀，你得给我说清楚，我到底是你媳妇还是毒妇？你猜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给我站住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说清楚。我跟你讲，你别跑。你啊，既是我媳妇儿，也是毒妇。我看你真是皮呀。哎，这我还真有点痒。哎，你帮我把那个999平安瓶拿下。老天爷惩罚你吧。哼，让你乱说。等，舒服多了。还有哪儿痒？哎，这儿。喂。现在有空吗？查一下日程表。这么忙？怎么了？连走出门的时间都没有吗？我出去一下。你什么时候回的？却成了习惯了雨后，有些话却很难说出口，我抛开了沉默，终于追寻自我，心甘情愿只为你温柔。老赵啊，你还说我们的女儿嫁不出去，我看这心早就是别人的了。青春掠过时间，回忆这么多，峰回路转过，遗憾有过，再也不放手，从不曾怀疑，从不曾放弃，唯一我只喜欢你。怎么还没来呢？行，我得过去看。年轻人的事少管。不是，他这酒完没完啊？回家。那要不我们再看会儿。我就再没想过分离，融化我的心，释放我冷静，让我爱的全心全意只为你。看来你从小就会写作。这是我小时候拿到的第一张奖状。那次作文比赛的题目是我的妈妈。我小时候我妈总是不在家，我也不知道写什么。那天放学回家，我就一直在等我妈下班，想着她工作那么辛苦，我就给她洗个脚吧，像电视广告那样。可我等到睡着，我妈都没有回来。于是我就瞎编了一篇给我妈洗脚的作文。讽刺的是，这篇作文竟然拿了一等奖。我也没敢告诉她。
怎么样了？刚给他打了针钉，勉强能睡一会儿。你也累了吧，回去休息。我想陪陪我妈。醒了，嗯，今天好点了吗？嗯，比昨天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别哭，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，带我去走走。妈，你怎么突然想来这儿了？你上高中的时候，是妈妈生意最忙的时候，我错过了你的最好的黄金时光，所以我想来看看我的女儿在高中是怎么度过的。那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好啊。这条路呢，是我和乔伊每天放学都会经过的路。那个操场是我第一次教关少打篮球的地方。那时候关少打篮球可烂了，都是我一手教出来的。我高中的时候可厉害了，我们还偷过校长的假牙呢。不过我们跟校长道歉了，都做卫生弥补了。以前虽然你总不在我身边，但是我同学都对我特别好。你看见那个亭子没？我们在那儿叠了9999颗星星。后来义卖的时候，高老师花999元买完了，现在还放在他居酒屋呢。看看我的女儿，不知不觉都长成大姑娘了。想想你刚出生的时候啊，六斤六两。头发黑油油的，护士们都夸你生得好看。妈，我小时候乖吗？乖，特别的乖。那会儿啊，我的生意刚刚起步，我就每天啊把你背在我的后背上，到处跑客户。你从来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不哭也不闹。对不起啊，没能一直当乖孩子。我也不是乖孩子呀。我当初做生意的时候，你的外公外婆都反对。但是你成功了呀。我算什么成功？我都不知道我的女儿是怎么成为作家的？其实，我现在也在想，要不要坚持写下去。我觉得你当初说的是对的，可能我按照你给我规划好的路，我会走得很轻松吧。我一直都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也有很多事情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可
可每次话到嘴边都说不出口，总想着算了，还有下次呢。可等着等着，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？我有时候啊特别生气，可是仔细想想，这才是我的女儿啊。咱们都选择了各自想走的路。五一，其实妈妈特放心，我知道即便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的女儿也会过得很好。不好，外婆去世之后，你想的吗？想。那以后我怎么办呀？五一，你不要这样。一听妈妈跟你说，其实妈妈没有走，我只是换了一个方式陪在了你的身边。我会一直看着你，看着我的女儿越走越远。你会去很多地方，你会站得比妈妈还高，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你。最棒，五一，让妈妈抱你好吗？你想不想再给妈妈介绍介绍啊？告诉妈妈前面那是什么地方好吗？这是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。是吗？念给我听听吧。一阵寒冷的风从头顶上方吹来，奥米抬头，他知道风来的方向一定就是他来的方向。你还记得回家的路吗？我一直记得，一步都没少。那你会忘记我吗？从你忘记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也会忘记你。我可以看见你吗？谁都看不见我。奥米失望地低下了头。
你还记得回家的路吗？我一直都记得，一步都没少。那你会忘记我吗？从你忘记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也会忘记你。我可以看见你吗？谁都看不见我，但是我会陪在你身边，悄无声息，直到有一天你把我忘记。我不会忘记你的，永远不会。我想你陪着我，越过森林，飞过冰川，穿破乌云，去看一看阳光的尽头。我想你陪着我走完这一生。我爱你。我从来没告诉过我妈，我有两个偶像，一个是 J.K. 罗琳，一个是他。他有一颗强大的灵魂，支撑着他二十多年来一个人把我养大。和他比起来，我微不足道。罗琳说过，当一个人被深深的爱过，尽管这个爱我们的人已经离开，他也会给我们留下一块永远的护身符。而我会带着这块护身符，直到和我妈再见面的那一天。五一，我和丁总共事九年，这些年他一直把这个平板电脑随身携带，他说这里面储存了他所有宝贵的记忆。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交给你了。结尾的时候，女主在机舱捡到一个手表，这个手表之前好像都没有出现过，这个是不是一个 bug？ 不是，这是一个伏笔，在第三章的时候会交代。其实当时救她的人是她的妈妈。她小时候遇到人是她妈妈，难怪那个女人第一次看到她就说她长大了。又来了，我来看看他。他说不想让天上的妈妈担心，所以要尽快振作起来。大川来了，你们休息一下吧。大川，你们这儿干嘛呢？新书试读呢，这是我转型后的第一本书，我想多听听读者的意见。我觉得特别好看，
真的？嗯，因为它在言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科幻的因素，所以啊，让人看得欲罢不能。不过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上市啊？还没找到出版社呢。你们再看看，多提点意见。好。嗯。哎，乔伊和严墨呢？去茶园了。这严墨创业失败，打算去茶园当茶农吗？我妹妹自打跟了他之后，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没有，他们去找李教授了。我们打算东山再起。李焕章？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看这架势，他们打算在那边死磕了。这个李教授在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难搞，蛮横不讲理，人送外号暴君。那怎么办啊？没办法，只能让他们自求多福了。晚上在家吃火锅，喝点儿。怎么又是你们？我们这回不走了。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们的软件我不感兴趣，也不会去做什么顾问，明白了吗？李教授，我们知道您不想来，我们就是过来跟您说一声，我们在旁边租了个房子，准备住下了。就在您隔壁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您随时打声招呼，毕竟眼亲不如近邻嘛。嗯，你已经收拾6个小时了。饿了吧？就这个啊？将就一下吧。5月24号，保质期7天。5月有没有31号啊？2526、27、28、29，好难啊！到底过期没啊？我当初真不该纵容你不好好学数学。那我很饿，那到底能不能吃啊？我看你们还能住多久？灯泡过期了。我今天穿这一身会不会很奇怪啊？这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我们五一今天啊，回头率爆表。我今天要去见出版社的编辑，顺利的话，我的书3个月后就能上市了。就把我的好运气给你了，加油！拜拜。等等，不觉得我欠你点什么吗？加油哦！拜拜。拜拜。
你好，我找杨主编。你改天再来吧，我们主编在开会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开门呐！我看到你进门了，你不要装聋听不到我说话好不好？开门！他这样已经半小时了，这家得欠他多少钱呀？开门！开门！你开不开？啊！我听到你咳嗽了，快开门！快开门！老太婆，我奶奶不会开门的，她说你是怪兽。他才是怪兽呢，老怪兽，开门！主编开完会了吗？主编没时间见你，我们要下班了，你改天再来吧。赵医生，今天我妈身上起了一些疹子，没事吗？你放心，这次是脂溢性皮炎，我在每天的药单里加了红色装的999皮炎平，很快就会好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上次好像也开了皮炎平。上次是湿疹，主要集中在面部和颈部，开的是绿色装的999皮炎平，药效不同。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每天的值班护士会随时观察病人的情况。好，谢谢赵医生。今天顺利吗？看来不顺利啊。我今天跑了5个出版社，没有一家要我。那是他们没有眼光，或许是今天运气不好。回去洗个澡，睡一觉，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不想回家，我就是想来看看我男朋友工作的样子。那你男朋友认真工作的样子，是不是特别的帅？今天在编辑部坐了一下午，看他们每个人都很忙，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我从小到大只会写书，没有一点工作经验，要是连书都写不了了，我能干什么呀？没关系啊，大不了我养你啊。我有手有脚的，干嘛要你养？我又不是猪。是猪，你是我们家的小猪猪。你们家的小猪猪只会写书，现在连书都写不好了。你不是给大家都看过了吗？所有人反馈都很好啊。我现在怀疑他们是不是给我面子，不好意思说我书烂。你相信我，在写作这方面，没有人能比得过你。你就哄我吧，你连我书都没看过。我是好武艺的脑残粉，没开玩笑。真的？嗯。
我的第一本书是什么？与恶魔少爷的契约。第二本呢？总裁大人，等等我。还有呢？我的巴洛克王子，温柔的暴君，皇帝陛下的华丽诱惑。你真的都看过？别说出去啊，我可是要面子的。你看的时候带入的是男主还是女主？身边还有其他男生看吗？严墨。白痴啊，骗你的。走吧。还行哈，人多啊，小孙子啊，最近乖得很，可好带了。阿姨，我叫乔伊，我在这附近租了房子，要待一段时间。所以这段时间就麻烦阿姨照顾照顾，给你们带了一点礼物。哎，这么客气啊？不用啦，你还叫我们阿姨呀、啊？你看我们这年龄啊，都能当你奶奶喽。没有，您这看起来都可年轻了。有这么年轻吗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从北京来的。来旅游的吧？啊，我是来找李教授的。李老头，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们有事儿找他帮忙。找他帮忙，他才不会帮你呢。那个老头啊，性格太怪，整个村子啊，没人愿意和他说话。可我早上看见他挨家挨户敲门，那是为什么呀？能有啥事儿啊？为了签名呗。什么签名啊？这两年呀、啊。来我们这儿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这些游客呢，乱扔垃圾，还乱采茶园呢。这老李头啊，就每天去茶园去捡垃圾，还给村委会呀写了一封请愿书，说我们这儿呀是生态茶园，要保护起来，希望呢来玩的游客呀不要乱扔垃圾了，乱采茶园了。要求在茶园那边啊，每隔20米就放一个垃圾桶，啊。他还提议啊，我们全村的人去茶园站岗。看，这就是他写的请愿书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其实啊，我们也不是不愿意，只是这个老李头成天拉着个脸，跟要债似的，谁欠他的呀？就是就是，他要是态度好一点，我早答应了。可不是吧？是吧？Keep your